我知道李长哥接下来要去哪儿了。如果你想明白了，随时来找我。阿斗，我想明白了，如果想要出城不让守卫查我的话，只有一个办法，那就是我不是我。什么叫师傅不是师傅啊？阿斗，你有办法可以伪造身份凭证吗？伪造身份凭证？师傅，我虽然不知道如何伪造身份凭证，但是知道怎么办胡商。长安城内这么多往来胡商，进进出出都是生面孔，人多货多，最容易会水摸鱼。这个嘛，就包在我身上。拉近点，就是这。哎呦，二位客官，想要点什么呀？小店的段子，那是全长安最全的。东出沧海头，西行玉门关，腰缠十万贯，方寸费几钱？你这说的什么玩意儿？师傅，这叫切口。哎，这位客官，真抱歉，这出城最后的名额刚刚已经没有了。没有了，就没有多的了。哎，还有个商队，你们赶紧去碰碰运气。快走。可否行个方便，带我们出城？不方便。我有急事。怎么是你？一般商队总会夹带些货物，你们也未必干净吧？如果你不想被告发的话，就与我谈一场生意。我听闻秦王正在抓捕东宫余孽，抓住可是要砍头的。你觉得，怕被告发的人真的是我吗？你怎么知道？果然被我猜对了。哎，怎么是你？你小声点！你是想把人都吸引过来是吗？你这个笨蛋！怎么，在长安城待不下去了？既然我们都是同道中人，不如请郎君行个方便。但你有没有想过，万一你被人认出来，我这整个商队的兄弟们都会遭到拖累。你我之间又没有任何情谊，我凭什么帮你？商队的车多货多，他们也不会细查，只要你给我一个藏身之处便可。到时如果他们查出来是我的话，那我也会说是我自己藏进去的，与你们无关。你昨日见马之时，若也像现在这样客气，我说不定也就答应了。那时我是有些急事，多有得罪。口说无益，真想赔罪的话，以物易物吧。我身上没什么长物可以与你交换。哦，我看你这把刀就不错。这把刀不行。那就免谈了，走吧。哎，师傅，先出城，出城之后胭脂没有机会再拿回来。好，我与你交换，但是得等我顺利出城之后。成交。阿斗，你不用跟着我一起冒险，府兵不会查你。你先去城外十里亭等我，如果三日之内我未到的话，就是你我二人无缘。可是师父，你一个人，你都叫我师父了，你还不听我的？我，好吧。那师父，你一定要小心啊。你有没有觉得特勤遇到东宫那小子，话好像格外多了些？特勤不是说了吗？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，那既然是朋友，那不得多说两句吗？哦，有道理啊。各位官爷，这是这个人有没有来寻过出城的路子？哎呀，官爷说笑了，我们这是正看清楚了。不，有来过，有来过。
后来有一商队经过，他就去找那商队了。走，赶紧追！等等，军爷，我们有通关过锁的。点过了，确与上面所登记的货物相同。走吧。谢谢军爷。走。等等。过锁拿来。啊。统领，小的刚才都已经搜过了，没什么问题。对啊，这刚刚都查过了，没有问题吗？这些就是普通的药材、布匹什么的。私藏夹带之事，行商之人心照不宣。郎君又何必断人财路呢？我们可以走了吗？好了，可以出发了，走了。已经搜遍了，还是没搜到，估计那人已经混出城了。现在怎么办？无论他用什么方法出城，想要走远路，一定会经过势力，马上调兵跟我前去拦截，另外把魏书玉部下来。是。